我是 Auntie Shirley， 我今年71岁，我是春丽。这个咁精灵的婆婆，7年前开始玩 cosplay。开始嗰阵，佢只系作为家长陪个仔去出席活动嘅咋。早早佢好细个，我就唔放心啦，跟住佢去。咁样我啊几有兴趣喎，睇到后生冇啊，因为又要顾个仔，顾个屋企。顶以前冇人反嘅，拢中系后生，我就同我仔讲：妈妈去反 cosplay 啊！佢话。媽媽你不得反 cosplay， 個老人家冇人反的，攏仲係後生嘅，10几20岁的。我話冇相干啊，自己個老個朋友咧就會笑我咯，咁老先至嚟反 cosplay。不過我唔理佢哋噶啦，做啱啱就頭一個佢做 JoJo， 啊 JoJo 係一個老人家白爺婆，因為呢個故事係後生，佢忽然間變咗老喎。咁我同我个仔拍住去做咯，啊，点知好多人好欢迎我喎，咁我就好开心咯，继续落去扮，扮个 Fairy Godmother 啦 ，Wonder Woman 啦，啊 ，Super Woman 啦，啊，嗰啲好人哋好中意，就嚟嚟嗰个 event 咧，就我要做 Sailor Moon。在考虑要扮哪个的时候，他不会因为怕自己太老而放弃的。你是扮得似呢，人家不认得你呢，那么人家就说你扮丽。啊，很多人都扮女仔扮男仔，男仔扮女仔这样。身上的服装全部都是自己一手一脚缝制的。外面买比较贵。好似我做呢件春呢個嗬，最多10日到就做好啦。買嗰啲布最平嘅，1码2蚊嘅，咁樣一撮衫唔使幾多咯，10几蚊到咯。仔又講 OK 啊，不過我老公就唔中意啊，日日鬧我啊。佢話人哋後生反你又反，因為點解佢都係唔歡迎我個仔去反？佢哋好多老人家諗住去反 cosplay 就係壞人嚟嘅。他又不知道反 cosplay 原来是 gathering， 大家做 friend 咁样。佢依家喺新加坡玩到出晒名，间中仲会接拍电视剧同广告。为咗保持身体健康，仲会喺屋企做 gym。喺度 deadlift 咧就20kg， and then 啊 deadlift 咧就40kg。个个人都问我：Auntie Shirley 啊，你可以做到几时啊？我话。是我行得仲企得咧，我都做啦咁样。Yes。今年嘅 Apple 发布会靠晒你啦！我会努力完成任务，将最新嘅 iPhone 带翻嚟噶啦。想睇最新 iPhone 消息，即上 Gadget Guy Facebook page。